红茶、白砂糖，倒入开水，泡一会儿，过滤掉茶叶，加一勺白凉粉，搅拌融化，冷藏一小时左右，就得到 QQ 弹弹的茶冻了。把茶冻切成方形小块，把茶冻放到我的杯子里，加点炼乳，喜欢冰块就加三颗吧，倒入椰奶，最后倒入泡好的咖啡，一杯茶冻生椰拿铁就好了。今天可以不用跑奶茶店了。杯中倒入切好的芒果，用铁棍使劲捣碎成泥，加几个隔夜老冰块降降温，来一勺煮好的稀米，然后加入后椰乳，抹茶汁也来一点，用绿叶点缀一下，这样一杯茫茫生椰抹茶甘露就做好了，却好喝哦。不管一会要做什么，先泡一杯抹茶汁备用吧。杯子里倒入没喝完的咖啡，然后加点隔夜老冰块，倒入好喝的后椰乳，最后倒入我爱的抹茶汁，再插一支绿叶点缀一下，抹茶生椰拿铁就做好了，拿去喝吧。扒皮的猕猴桃放入杯中，用棍子腿捣碎成泥，加点隔夜老冰块，倒入椰汁，再加点特调咖啡，猕猴桃生椰拿铁就做好了，超级。小红书。